幸啊，对啊。然后这首歌就是有荣幸，就是选到我们学校今年的毕业歌，对，然后算是在这边。这把会太大声，好 ，OK 啊 ，OK 哈，好 OK， 好，那这首歌的话，哦，主要是在我那个考研究所那段时间写出来的，对对，然后其实有个故事啦，就是我们那个学弟，就是我们系会长说，也是在那个夜市遇到我，然后他说，哎，阿成那个下礼拜要赶快交稿了，下礼拜就截止了，我说啊，不能骂脏话算了。我说啊，就是哦，就快到了嘛，对不 对, 对？然后就很紧张，那时候又在考研究所，对，然后就赶快写，然后塞了一个礼拜，然后就出来了，对，然后我就交稿，然后交稿的时候，他说哦，不错，你很快哦，今天是交稿第一天，你真准时，不错，对啊，这样子让我可以好好专心读书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这首歌的话就是关于我们胡伟的歌，还有如果在座毕业生的话，应该会比较有感觉。哎，没有，不是毕业生也要有感觉，拜托。熟悉的下课钟声敲呀敲，考卷上的字典书有没有解药？给我一把，还记得那年夏天没烦恼，只有困扰着下课该吃什么才好，这问题解不了，这人间思念回忆好多好多，忘不了第一次到客厅吹风，躺枪盘拿着香味依旧飘落，全都因为有你，这段故事才会有以后。哦，朋友不要哭，哪怕分离是痛苦，或许会遗憾。Dear my friend, just
多想让时间停住，停住。